一起来做山西西红柿鸡蛋炒面哦。洗干净西红柿。好，转一下。大大年纪做饭，还有小年纪的人能做饭。擦一下就行。我这个锅已经老了，都跟我一样。看我理你吗？西红柿还是我来吧，会爆炸的。没事，我整好了，我自己弄的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东东家里搞了早上没吃的鸡蛋，小小盘西红柿鸡蛋炒面出锅啦，馋不馋？东东全国孕前检查，孕期产前筛查率达到90%不藏便，而且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听不懂你这么多了啊！我们开始将3岁以下婴幼儿，你们是平等吗？小孩子，我是大人多喝一点，小孩子少喝一点。我丢我丢！标准从每个子女每月1000元，我提高到1000元，就无疑给来干了这杯，干了给你。父母才做选择，小孩钱。